这座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光泽的超大型机场——北京大兴机场，它对称的设计让机场和北京中轴线上的故宫、景山、钟鼓楼遥相呼应。大兴机场不仅造型对称，内部也处处透露着对称美学哦。让我带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吧。看看我发现了什么？中轴线向南延伸就是我所在的大兴机场啦。让我们一起穿越中轴，寻找对称之美吧。我身后的就是故宫的西北角楼啦，也是我们旅行的第一站哦。刚刚那里就是拍摄故宫西北角楼最好的位置啦。角楼之美在于它借助了河面和墙面形成了镜像对称，蓝天白云的映照下效果更佳哦。朋友们如果走累了，可以在护城河边城墙脚下喝一杯角楼咖啡，无需进宫就能享用宫廷咖啡，感受故宫文化。你们知道吗？有200多只猫生活在宫里，它们不仅有自己的名字，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喂养它们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些御猫呢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离故宫只有一街之隔的景山公园。景山公园的最高处万春亭就是北京中轴线的中心点啦。这里的景色好棒呀，整个故宫都在我眼前呢。看那里，那里就是我刚去过的角楼呢。从万春亭往北看，笔直的中轴线连接着钟鼓楼和远处的奥林匹克塔。你觉得印象怎么样啊？你对北京这座城市可好了，可好了，那没见过，可好了。可玩的地方也很多，然后好吃的也很多。来北京就应该去一些古建筑的地方。I have seen such wonderful progress in China and in Beijing. 穿过烟袋斜街，鼓楼就赫然出现在眼前了。Beijing. It's the second time I came here. I will come here again because it's a beautiful city. I think you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it. And yeah, we like it very much. 这不就中轴线吗？前面就是故宫，故宫完了天安门，天安门完了什么？前面那纪念碑，完了前门，欢迎大家来北京玩。回顾这次旅程，真是收获满满。在故宫城墙下喝咖啡，登景山俯瞰京城，最后来到了钟鼓楼，体验老北京的烟火气。中轴线串联起了历史与未来，新老北京城也交融在这条中轴线上。我们的寻找对称之美的旅程就到这里啦，下一站我们一起再出发。